这是什么？它是2000多年前的砝码，叫秦泉。你看，还是秦始皇下令铸的呢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学考古专业。学什么考古呢？难道中国还不够古吗？你是哪的人？我是美国籍。你是来汽车厂的专家吧？这不重要。我的意思是，中国需要的不是古代，是钢铁，是汽车。没有这些古老的东西，人们也许会生活得更好。对不起，我有点困了。谢谢你，再见。不谢。你找谁？我关小颖本子。小颖在那边。谢谢。来，连来这儿，把梯子拿下来。有多长啊？16.5米。到这儿来。好嘞。慢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你的本子吗？啊。我在汽车上捡到的。谢谢你，我正到处找呢。啊，不不，你忙吧。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我叫林凯。啊，林先生，你稍等一会儿，明天要回北京，还差一点就完了。不客气。啊。上次见面，我有些失礼，请原谅。啊，没什么。你提的问题很尖锐，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，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要说物质的价值，考古确实不如钢铁汽车。但是我问你，当你看到这6000尊屹立了2000年的兵俑时，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呢？原谅我提个问题，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别的学科，比如艺术？也许是受影响吧。我爸爸也搞考古，这儿的挖掘工作就是他参加搞的。
难道你不认为这个艺术还迷人吗？谢谢。这是你的书？是的。你知道他？知道，一个著名的考古学者，有不少著作，还曾经是我爸爸的老师呢。能借给我看看吗？过几天我回国路过北京时还给你。嗯。爸、爷、父、母、爹、姐。嗯。等一会儿，照写20遍。继续写，砍。听见没有？写砍。这是砍字吗 ？I don't want to write anymore. There's no Chinese lesson at school.讲中文。My teacher said Americans speak English. 你。是给我买的吗？我不要这个，我要杰西那样的汽车。就剩这点钱。所有的钱都买了这个。我要汽车。别哭。别哭了。
林先生，请喝茶。谢谢。哎呦，我来还你书。爸爸，林先生在研究考古。哦，那好啊。听萧莹说，您认识这本书的作者。是啊。能给我讲讲他吗？嗯。40多年前，有个远道来的读书人，要在财主田老爷家地里挖宝。我和村里人跑去看新鲜。哎，你就是挖这个呀？对，我就是挖这个，这是在您的地里发现的，它属于仰韶文化。啊，仰韶，仰韶，仰韶是个地名。它代表史前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，那是属于新石器时期的。哎，你就实说了吧，我那地里是不是有古人的坟呢？啊，听说古人坟里竟是金银珠宝啊。啊，不是。你要是挖宝，咱准你挖。啊，哦，不过话说头里，你要是挖出来，咱们二一天走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你要是挖这个呀，门儿。哎，田先生，田先生，好吧。
先生。啊，哦，真挖到了啊！你看，这下面是六千年前的一所房子，有灶坑、陶器，这一带埋藏着整整的一个村落呢。哦。宝在哪儿？这就是。宝呢？你把宝藏在哪儿了？哎，这就是宝啊，这比金银珠宝都珍贵。你想唬我？哎，走，找啊，给我找。林先生，他们，你想想看，六千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狩猎、耕种、制作精美的陶器。两年后，林先生带领一支考古队正式来挖掘，我到那里做小工，从那以后。我就跟他搞起了考古。这是三十多年前一次我跟他西行考察时记的，你可以看一看。谢谢。我知道他最后的消息，是他被卷进了一个事件，指控他的罪名是强抢行窃。这种鬼话没有一个人相信。不久他被外国的一所大学聘请任职，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直接上船出国的。从此再无音讯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啊，又来了。你说吧，这日子还够苦。你别这样，你把那么多钱都买了这个。听我说呀，你还让我死活呀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来，我要把它退回去。给我拿回来，拿回来，你给我。啊！
哎呦，我傻，我傻，我傻，别叫我呀，别叫我，
你们听，你知道他的消息吗？我。大家以后，妈妈和他分居了，他搬到对面的一座公寓里。你的丈夫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林太太。他搞股票，人家骗他说能赚两三倍的钱，结果全都赔光了。我真不懂他怎么会和那些不三不四的经纪人和古董商人搞在一起？他是考古学家，是我们学校有声誉的教授。林太太，我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不能看他再这样下去。林太太，
我们再做一次努力吧。你去看看他，他需要你，去吧。没有什么能胜过爱情的力量。早晨在波士顿拍卖，拍卖，嗯，那怎么办？我现在还没有钱。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借钱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你去了就可以拿到钱了。当然了，要说利息嘛，比银行高两倍。我丈夫不要借你的钱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兰，对不起，千万别介意。随你的便吧。啊，请你等一等。思涵，你兰，你叫谁？兰，我可是没有时间了，嗯。我就去。爸爸，爸爸，从此妈妈带着我永远的离开了他。也许他的过去是光荣的，但是对于我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，只听说后来因为他耽误了工作，校方向他表示了不满，他辞职了，再也不知下落。爸爸的老朋友，这是林凯。你好。你好。好，留个纪念吧。谢谢。我不懂。你不懂，我也不懂。我根本不相信你爸爸会是你想象中的那样。这完全不是什么想象，是事实。难道你还有我清楚？是的，我不清楚，
我凭的仅仅是我的直觉，但是我的心灵不允许我相信，我怎么能给你证明呢？对不起。妈妈，给您。你饿了吧？爸爸等了你一下午，刚出去。中国的情况怎么样？再吃一点吧。怎么越大吃的越少？妈妈，我实在吃不下了。嗯，不许这么说。嗯，咱们说会儿话吧。说吧，不是一直在说吗？说的你连饭都没吃好。妈妈。嗯。爸爸过去什么样？爸爸。我的爸爸，亲生爸爸。在中国听说他了。嗯。他们都怎么说？他们都很尊敬他。兰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要知道？为什么要知道？林教授啊，张院长啊，您请。好，你尝尝。嗯，你是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，去搞什么文物保护，还要去西北，还要辞掉研究院的职务，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。我再一次请你三思。张院长，我岂止三思，眼看那些西方冒险家盗走成批的文物，我不可能再静心的闭门搞什么历史。面对着史书，我看到的不是文字，而是祖先的责备。你看看，那个包曼四次去吐鲁番，运走古物430箱，你自己看吧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这个我可不要。这个月的薪水，知道就应该理解我。子涵，你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赞赏的，可是那里的实际困难你是想象不到的。政府没有设立这种机构，连正式的职务都不能给你。我已经办好了，那边教育厅聘请我去监管文物保护。好好。兰，嗯，西北你过不惯，还是留在南京吧。你要是留在南京，我就留。我要和你在一块儿。
我时常回来嘛，就当我又是出去考察。当然行嘛，你把工作都辞了，来，原谅我。你先和我说一声也好。我担心你。别说。你尝尝这个，
敬你一杯。喝，喝。别碰，来，哦，对了，咱们得庆祝。哎，哎，叫掌柜的打点酒来。
妈妈，讲讲吧。过去的事情，讲也是没有用的。根本不相信你爸爸会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我的心灵不允许我相信，我怎么能给你证明呢？寒假我来到了西北，沿着林思涵先生当年走过的路线，一站一站地走下去。千年来，我们民族生生不息，一脉相承的血和精神，痴迷执着的爱的源泉。石窟，传说1500年前，一群民间石匠路过这里，在夕阳的映衬中，他们突然看到山中浮现出一道金光，就仿佛是一尊涅槃的卧佛，他们便相信这座山一定是神山。他们发现了这个天然的石洞，里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酷似他们所看到的卧佛，为了使佛再现，他们就借助自然的石形刻出了这座石窟的全部雕像。这些精美的雕刻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石窟寺艺术中难得的珍品，但是最珍贵的几座被一个叫卡尔德的西方冒险家盗走了。刘老师，林思涵先生当年来过这里吗？当时他正在这里。
林凯，我知道了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。哦，柴没了，柴没了。我来瞻仰你们国家的伟大的艺术，我是东方的崇拜者。嗯哼。对不起，这儿谢谢参观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教育厅的巡视员，对这儿的文物我有全权。哦，失敬，失敬，请吧。嗯，组织管过几民生，其他事已不在职责之内呀。那你给我一辆汽车，我去追。哎，没有汽油啊。大哥，这马卖吗？卖了。银元要吗？这是银壳的。外国人把方山石窟的佛像偷走了，我得去追他们。大哥，行行好吧。
给，回来还个码。好。卡尔德是不是住在这儿？哎，我是来调查卡尔德的，你我都是中国人。这，哎，干什么的？我走，我是走，走。根据我的调查，那批被盗窃的文物刚刚送到这儿。我希望你立刻派人前去查抄。没有证据，空口无凭，你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纠纷的。证据？还需要什么证据？哎呀，糟了，他们装了警铃了。你快跑，快跑吧。我跑什么？铁证如山。哎呀，他们会对你下毒手的。哎呀，快走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装作追你，快快。
人来看你。兰，兰，原谅我，摩根教授来看你。林先生，哦，我想用一个建议来表达我对您的同情。如果您同意到我们学院任教，校方就会出面保释您。在美国，我们会为您提供最好的条件。思涵，你卡尔德在哪儿？他回美国了。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奸商，他在这儿捞足了一屁，一到美国就转手拍卖。拍卖？嗯哼。对不起，我接受贵校的聘请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切。这么多年了，我错误地理解了你的父亲。当然，为了防止讹诈和阻挠，他也没有告诉别人。可是我应该想到，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你让我明白了真相，我也应当让你了解。20年来，他一直和我通信，信的内容只有一个，了解你和你母亲的情况。他不让我告诉你们，他不愿扰乱你们，尤其是你母亲。他来的信都很简单，但是却要我详细再详细地描述你们的生活。你说你去景兰那儿了，她穿什么样的衣服？气色好吗？小凯的牙换齐了吗？今天是小凯的生日，我想买件礼物以你的名义送给他，不知合适不？你能不能给他们拍张照片寄给我？景兰有白头发了吗？小凯长得有我高了吧？他将来应该比我高一头。
小凯。爸爸。献给祖国的这批珍贵文物，他们已经复原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就像游子又回到了母亲身边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，现在我知道了，祖国它不仅需要钢铁和汽车这些物质的东西，也需要5000年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。你看，六家，这是
古代守城的将士刻上去的。不知什么年代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战争，这段城墙分给了这个六甲的将士们守卫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的父亲就像六甲的将士一样，只要有了这种精神，一个民族就会自强不息。